好哩哦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我今天的主角李定妹师姐结婚30几年，在他的心肝里一直有两个烦恼，一个是他的先生脾气和冲动，阿公阿婆常常冤家，让他很不快乐。另外一个是他的大汉后生，因为后生的个性较点，无主动跟人讲话，大汉了后朋友也很少，工作也做了不顺利。后来定妹师姐实在主宰开始影响他的家庭，所以这个烦恼敢会因为这样减少呢？咱就赶紧来看李定妹师姐告诉伊，那是出门，哈，那上过什么节目，也是说什么活动，哈，有人给他讲话，他回来特别高兴。如果没人给他一点嘛，啊，你人在讲话，伊就徛边啊，徛边啊，无那对一个角啊，啊，就安尼徛呀。好，哎，有一天就一个师姐可能看一点点徛呀，什么啊，就给他谈天。那天回来特别高兴，他怎么给我讲？他说妈妈。终于有一个师姐给我讲话了，终于呢，你看，这个孩子希望有人给他讲话。你如果去阳明教养院，如果师姐一直给他滴滴答答，也是讲什么，也是说怎么来合作什么，他回来心情特别好。你如果看他点点，你也点点，他也点点哦，那他都没兴趣啊，跟妈妈没意思。看他这么可怜，想要是不是看他就想要就是关怀他这样子，他因为他没有父母亲，他就长期住这边，所以就是一个月一次来关怀他这样子，就是陪伴他，就是带他出去逛逛这样子。他没办法跟我们讲话，所以我就没跟他沟通这样，就是他没有反应这样子。带我好像也没有，就是师姐刚告诉我们，我要就是要来带哪个院童，然后就带这样，就是不要让他跌下来就好，然后注意安全这样子，注意他安全。他是要被动，不是自动。你如果自动，他都没办法，就是要被动。被动他，你哪一个给他讲话都很高兴，他不会跟安尼拍拍啊，是安那，他都很高兴，他都唔敢轻易轻易。然后就是他们会
他们会办活动这样子，就是唱唱歌跳跳舞这样子。刚你们有看到他们在唱歌跳舞，对啊对，然后就是给他们快乐这样子，给他们欢乐这样子。对，有时候他们会，就是会很高兴的，每个人都很高兴。这个是我们这条意义。外面找工作很难，真的。啊，我讲你有头路可以做哦。你说啊，你这派妈妈哦，几年前你就给我讲啊，现在你还来找我，那好啦，我找人给好一个工作给他做了呢。嘿呀，啊，就是不敢出来喊啊。哇，他有一个柜卖面包的柜台嘛。哎，那是阿妈时阵也是讲好闲的时阵，大家人哎跟他说话。啊，这什么破的这么好吃，也是打错了。现在几岁哦？大家来哦，来看看啊！你一个欧巴桑很会喊，他不敢。还有打那个有没有？那个价钱有没有？黑标签。但是他那紧张，人家你问一下，伊都紧张啊，啊都看唔到。所以他会紧张，啊都打不出来。香蒜给侬特价，特价3个78。哦，软式香蒜呢，2盒28块。没宝没宝，这两条，28块呢。他妈妈来，然后说，其实希望给他一个机会。那我就觉得他，在我那时候做了1-2个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还不错。那我就说，好吧，那给你一次机会。那后来他的表现也是让我蛮惊讶，那我就决定说继续让他工作这样。他也在我这边做有3年多了嘛，差不多3年了。对啊，那基本上还蛮认真的，等于是你教他事情，他应该没有忘记的话，他都会帮你做到好。因为他有一个比较容易忘记的个性，那我们都会反复的一直在重复跟他讲，所以基本上是还好，在这3年没有说没什么很大问题。就是我们晚班的一些隔天要烤培的面包，早培的面包，准备剪一剪就进发酵室。所以他这项工作，其实他如果没有弄好的话，我们隔天早上烤培会比较不稳，会出事就对了。等于是我们早上面包如果没有弄好，那我们明天早上的整个开店的动作就会失败。之前有一些他不能生的，比如说我们那个面包必须要烤培。那后来他也有心血啦，我们又给他一个机会。那其实他现在考培也不错，对啊，所以我说人都有机会啦，应该是这样讲。里面会乱乱的，都是师姐去每天去整理。哦，而且直接先放下去。哎，对对。礼拜四，每个礼拜四，哎，我们6点都爱整理啊。这师姐家快心哦，伊有拢哦，做到这样哦。哈。第一名的我都第二名。哇，够了。太重了，两两。好。头一天，我伊爸爸是一定不困的啦，对哇，我都弄个头工跳，安尼拖拖去啊。我又跟讲人讲，回来伊也一摔，徛起来。对对对，你就是我们什么家庭？你对人做慈济，哎，慈济是有人前人做的，就这样给我讲。那时候很生气，我都唔敢应啊，就在厝啊，都唔敢讲话。做10几年了，啊，来这是我们慈济的姻缘来的。
他在那旁边有环保站啊，放在那边啊，他们会出去，大家安尼熟悉吼，啊都结一个好缘。师姐她身体不好，眼睛不好，好、哦、她说要请，说问我是做什么的，我说做清洁的。啊说啊，我来哦，叫你来给我帮忙，我没有办法。好、哦、啊，就是家里也很宽啊，吼、哦，他嗯二楼梯都不行啊，好、哦、眼睛那个视网膜会掉嘛，哈、哦，所以他都啊没有你来帮忙我，我说好啊好啊，嘿啊来的时候哈、哦，真的他们都很照顾我，真的也是很好很好，真的，像要种菜，每次就回去就会拿一大两袋哦，给我回去，我就好几天不用买菜。上人说要缩小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呐、啊。你没有缩小，你怎么会改变别人、啊？他就好看，那我们要讲话要看他的时间，他高兴的时候他会跟听。听久来他就会改，你如果他不高兴就没有兴趣再听了，你还继续讲一大堆，没有用。所以我就找时间啦、啊，我就像好这样，大家很高兴，我讲几句啊。你看上年看，哦，大家做这么好，你看那全世界都做得很好，这有人看有灾难都跑先了哈，就慢慢这样给他讲，我就慢慢给他讲，你看看那水灾哪里水灾，你看十七年度第一，你看。你看他有会感动了，真的。新建的那个收果那个德兴公园啊，他就在有时候哈、哦，这个天气哈、哦。拜六礼拜较有啦，啊，伊这个天气凉啊吼，人家出来饮料比较少，饮料啦这些比较少。我遐若堆袂完吼，阮肯定就得塞来吃。阿伯罗上去去大理石那个地下室啊，因为蒙起来了。啊，其他啊最好心啦，最然后最啊最拢鱼缸就对啦。我家住四十年诶，我家住四十年诶，我家家一家路也未起，我就来啊。这边家路一边拢种诶，种诶哦。那个咖啡笋嘛，茭白笋嘛，那个啊，啊，这个在那个井还没有通，就是铁轨那时候就来了，就推个到淡水，在那个那时候还没有捷运。我那时候读高中的时候，我一个月1000块给他零用钱，他节省来买一个电视，是这个是电视他买的呀。啊，读高一的时候啊，一毛钱不什么花了，该花那个大儿子，啊，一个人一个人的个性啊，他勤俭嘛。那启文是这样子，启文他是高血压生的，他8个月就出生了，他就还要保温呢、啊。早产就是比较脑筋比较不会跟人家一般人的那个比较，哦，有智慧比较反应比较慢。他现在当兵回来没有找不到工作啊！当兵两三年，然后他跟他妈妈去打扫大楼啦，哦啊，就多赚一点钱，不然的话他打临时工啊、哦，才1万多块，1万多块你怎么生活呢？